为我们这位是来自上海的刘超俊，欢迎你。谢谢，大家好。那小智真的是听着你的歌长大的，谢谢谢谢。你的每一张专辑，从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，到2006年的专辑《挡不住我》，每一张卡带，每一盘 CD， 我都有在家里珍藏着。哇，谢谢你，这个真的很忠实，真的好棒啊！加油加油！你要知道，他的妈妈也是你的超级粉丝。妈妈在哪里？妈妈在哪里？妈妈你好。冲过去了，那一定要拥抱一下。站在我们第二位的是来自甘肃的王丁。小智好，张姐好，大家好，你好你好。你知道吗，小智，他来到这里，今天的感受全部都是第一次。首先，我是第一次来到北京，然后是第一次登上这么大的舞台。还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观众来唱歌，还是第一次跟我的偶像的亲密接触，所以说今天真的是很激动很紧张。听说今天女朋友也来了。哦，对。啊，在哪里？你看到就是男朋友跟小智这种同台比拼，有什么样的感觉？非常开心，今天能跟王丁一起来见自己的偶像，非常非常开心。然后知道小智哥就比较注重保养，喜欢养生，所以给小智哥带来了一份礼物。还有礼物收啊？对，我们是来自青岛的，于是给您带了一份特产。那我有吗？我也要分着用。这个是莲花果，是我们青岛的特产。然后知道小智就非常喜欢注重保养，然后这个里头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， 您吃了之后一定会越来越年轻。能跟你抱？也要拥抱一下。可以这样？你要问一下男朋友可不可以？可以，绝对没问题啊。